那我觉得这还蛮 OK， 比较舒服。好啦，快出了，快出了，到时候你要包，要不要包一整套走？要不要整套？再看看喽。不用啦，应该2500美金左右，7万块。Hello。Las Vegas。对啊，哎呦，我来玩玩。来两个礼拜了。你已经来两个礼拜了。我已经来玩两个礼拜了。哇塞，这么开心。欢乐欢乐来玩。我也想去 LA。没想到居然在这里还可以遇到你。真棒。你一个人来吗？还是全家？我一个人来。哦。没有，我就是因为看展啊，没有人要，没有人想要跟我一起看展。你来就对了，是这样吗？对啊，我也是前。上个月我一个网友他才从 LA 飞台湾，嗯，然后呢他回来这边，然后我在想说，他就在想说要不要来找我，因为说换我飞美国，我来找我，交换，对啊，交换，现在是处于按久一点点，就是先关，那边，那边其实都还可以调。都还可以调。我觉得 auto 就好。其实还是有一大堆。哦，你还可以调这个。啊，对。现在就是35度就哦，这个好棒哦，这个好像电脑啊，45度转48，电脑客制化曲线，啊，这个我觉得好。我们那时候就把它全部写进去了，所以你不用再插一条线进去，太棒了吧？对啊，我们就，哦，这个好赞哦，这我还没有看过有人在做这样。哦，所以你其实你要风扇永远90的，就让它永远90吧。对啊，对啊，对，现在风扇就比较大，就马上就可以感受得到。好了，敬请期待。对啊，快啊，我们快出了，快出了。我们接下来聊多少？50、70嘛，我忘了，管他的，啊，大概就好了啦，差不多。啊，你们预计什么时候会生出来啊？6、7月。六七暑假。